沐浴产品用不对，女孩子要小心。所以你到底洗澡要用沐浴乳好还是肥皂好？那个 paraben 后来发现这个叫对羟基苯甲酸之类的，那这一类的跟女孩子的乳癌有关系。今天晚间八点，请你跟我这样过，超市33频道。